由南投縣政府環保局所舉辦的名為清淨家園全民運動的環境清潔考核評比，今仔日縣府大廳舉辦了頒獎典禮，包括著直接在草屯等鄉鎮以及真濟村里甲社區發展協會，也都得到評比為績優的好成績。為此，縣長李朝卿是親身頒獎表揚甲感謝。直接啊，設定人人口上少的，但是人伊嘛變觀光上發達的，同時伊个環境啊，得獎好像三个传递哦，你看，嘛无简单嘞，啊，顶红所嘛得奖嘞，啊，你看嘛有用心，所以咱诶其他乡镇嘛同款，啊，南投县这个成绩真正好嘞。而后还是希望说，大家还是更重视这些环境清洁的工作哦。那我们还是持续的做考核，那因为县长，我们李县长非常重视观光嘛，那观光最基础的还是要能够环境整洁，环境更整洁，才有更多的。观光客要来南投来游玩哦，来这边住宿啊、消费等等的，所以我们环保局还是会更努力这样工作的。另外，由行政院环保署在今年八月所举办全国性的清洁家园百大节油乡镇市区以及村里宣布活动，代表南投县参加宣布的五个乡镇、六个村里，会当讲是当中一算的好成绩。副县长李朝卿也特别趁今仔日的机会，来感谢县内所有认真佮辛苦的环保志工。咱今年。选出南投县五个乡镇，啊，甲七个村里去参加全国的比赛，结果咱五个乡镇总得奖，啊，七个村里内底有六乡镇，啊，六个村里嘛得奖，哦，几乎讲全雷打吼，所以表示咱南投县啊，咱这几年大家。这个清洁做甲正清气，啊，真正感谢咱各乡镇市公所以及各村里啊，甲各社区，哦，大家拢当配合。不管是伫县内，或者是参加全国性的环境清洁评比，代表南投县参加的乡镇村里，往往拢会得到真好的成绩。除了是环保志工的功劳，南投县环保局也奉冠名，会当共同来维持南投县好山好水好清气的好名声。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